对于户外转子设备数量多，体型巨大，位置设置通常广而分散，利用 RNIL TB 无线式转子健康品质监测系统进行线上监测。无线感测器在建置安装上不但简单，软体操作更容易。线上监测系统不断搜集数据的特点，取代了传统定期人力巡检的方式，有效节省大量的工时与人力。